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哥林多前书第二十二天，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十三节，作为境界。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唐太宗吊唁大臣魏征时，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在唐太宗的警惕里，其中一面镜子乃是以古史为鉴戒，而使徒保罗也使用以色列民族的古史当成镜子，好让哥林多教会信徒可以引以为鉴，明白属神的子民是如何兴衰的。今日我们也可以将以色列和哥林多教会的历史作为借镜，来省察我们的属灵生活。透过上帝的恩典，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脱离了做奴隶的生活，并且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但是接下去保罗便以先祖在旷野所吃的玛纳水和出水的磐石比喻成灵石、灵水、灵磐石，然后以此预表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供应者，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也是他们的依靠。即使经历这么大的恩典，以色列百姓却仍然没有回应上帝爱的拣选，结果所有人都无法进入应许之地。这时我们便要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回应神的爱呢？原因是他们贪恋恶事，又崇拜偶像，行奸淫，并且时常试探主，一有不如意的事便口发怨言抱怨上帝，导致他们无法专心爱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可以从旧约古史的见解中得到提醒，以至于不会重蹈覆辙，和他们犯相同的错误呢？保罗再再提醒我们，不要寻求从这世界而来的安全感，因为那不是真实的安全感，也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那只会让我们因自傲而跌倒。世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如同一张张试卷，考验着我们如何做出回应，但这些试验都是我们能承受得住的，
并且神也要在其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成为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请你常常光照我，赐给我省察的能力，让我一生跟随你。导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是的，主，你应许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这一切都在你的手里，我要常常来呼求你的名，因为你就必定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试探。阿们。是的，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那是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是我们承受得起的。阿们。试探是我们承受得起的，所有的试探都是我们所承受的。神应许我们有苦难，但因着神的信实，遇到困难便不致动摇。阿们。是的，主，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充满信心的来信靠你，我要心存忍耐来等候你，因为你的应许总不落空，你总要为我开出一条路来。阿们。感谢主，永远为我开一条出路。神是信实的，每一个试探都是你允许才会发生的，你知道我们可以承担多少，每一个试探都是你允许才会发生的，你必不撇下我们。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永远不撇下我们，每一个试探都是你所允许的，你是信实的，主啊，我要靠你得胜。阿们。是的，主，每一个试探都是你允许才会发生的，主啊，你允许我们，主耶稣，在试探当中你应许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必要为我们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一条道路，主啊，在旷野当中要为我们开一条恩典之路，主，我感谢你。阿们。感谢主，你应许我们必定得胜，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因为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Amen。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你的恩典必定够用。 Amen。 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受试探的时候你必为我们开一条道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耶稣，这样子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